告辞。您慢走啊。你看，到处给我惹祸，哼！好了，行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好了，你慢点走啊，以后少喝点啊。嗯，再见。好，再见啊。你干什么了？说。哎呀，好多老板请我，请我当他们的保护神，保护神呢，还要给我立个碑，爸，还要给我立一个碑，一个碑呀。我就让香港人知道，让那些鬼佬们知道，我李小龙是谁，我李小龙是谁，就是他们的保护神。你们都怎么了？啊，爸，怎么了？你整天在外面惹是生非呀？啊，你不怕把一家人害死吗？爸，我没想害谁，我就是想当一个保护神。你告诉我，碑文怎么写？怎么写啊？我就是要出人头地，我要昂首挺胸的活着，不要像您似的，见了谁都说好话，那样不行，绝不行！哼！我告诉你，看见了吧？这是王立超孝敬我的。王立超，他来干嘛？王立超算什么东西？他还不是要请我喝酒，他还低三下四的给我敬酒呢。王立超，王立超，不用怕他，不用怕他。来，别跟他说这些了。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醉着呢。明天再说吧，老大。哎，快扶你弟弟上楼休息去吧。好，来，走。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呀？睡觉去。走走走，上我房间里去。嗯，谁都甭理他。王立超，你去我家威胁我爹了。小龙啊，我是非常敬重李海泉先生的，啊，我到你们家去拜访他，你怎么能说是威胁他呢？误会了，误会，误会。这可是好东西，我自己都舍不得用啊！你自己留着用，我家不需要这些。师傅，嗯，这小子也太狂了，他。师傅，弄死他算了。
夫人则乱大谋，你们是不是太紧张了啊？我看你们需要放松一下。 小龙，你等了很长时间吧？没多久。我们今天演周平的那个演员实在是太笨了，就几句词，老是记不住。要是你来演的话，导演肯定满意。哼，我就知道，你是想把我从武术的兴趣里面拉出来，跟你一起当演员，做你的浪漫老公，对不对？嗯，当然了。哎，小曼，我爸还有我师父都不让我给他们当保镖。 我就坐你的保护神，天天来接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走。小龙，快点！啊！喂，站住！站住！ 去医院，尽快及时通知我。我去准备点钱，快去。